拉不准备妥当第五场再次重新准备个四班千二嘅泥地，一起步嘅时候咧，咁啊前面快啲嘅马咧见到外边又好精彩啦，中间拼劲啦，埋边宝贝，中间兄弟齐心内栏就系呢只万宝区嘅，再中档仲有呢只生蚝千军万马荣进密云嘅，外边天光明啊，后多少嗰三只马咧，万人迷啦，粉红帽黑衫嘅，内栏迎风快驱，暂时包尾咧就系嗰只灰马嘅无敌嚟噶，接近八百啦，前面带头万宝区大热门啊，响第二位荣进密云啊，大外档仲有呢只好精彩啦，兄弟齐心啦。内栏位置有生蚝，中间宝贝同埋千军万马，再后面嘅马匹啦，先见到有呢只迎风快驱啦，黑色衫粉红帽就万人迷，响佢外边拼劲啊，尾二就无敌包咗落尾天光明话、啊、好啦，转紧弯差唔多入直路嘅时候啦，前面万宝区带头啦，跟住第威荣进密运，再数出边好精彩，外边兄弟齐心啊，埋边位置生蚝啊，抽咗出去出边有千军万马，再后面嘅话仲有拼劲啦，中档追咁多少就系呢个万人迷噶，兜到嚟最后二班啦，万宝区接嚟咗个几身位，中间有兄弟齐心追紧啊！再喺外边位置就系呢个万人迷，中间咧就系千军万马拼劲嗰啲嘛。最后一百位万宝区依然系占先，中间兄弟齐心，外边仲有呢只万人迷，接近终点啦，好接近啊！有呢只万宝区同埋万人迷啊，第三名咧就系呢只兄弟齐心啊。咁啊，结果就万宝区就一路贴栏，外边追上嚟就万人迷，中间第三就兄弟齐心啊，头马就好接近啦。第四名天光明同埋拼劲都好近、啊。万人迷，万宝区一对，入边嗰只到唔到啊？到，哇，唔到啊！开面啊，冲到嘢啊！系啊，我哋都以为到啊。十九倍，今日大热门都系老六老弟，好顺咁啊！系啦，兄弟齐心啊，第三、第四名咧，哇，呢只天光明追好多喎、啊，入直路嗰时喺后面嚟嘅，二五十一八啦。万人迷次次都一定有一段冲俾你睇啦，今次就冲赢咗，冲晒添佢。咁再睇呢只啦，呢部第一档，其实佢系尾二嚟嘅，呢、這个睇个位可能睇唔清楚啦。上一百个生蚝啊，其实你见到都几慢噶啦，咁、你可想。不过就一档咁啊，可以慢慢摄翻上嚟放咁解嘅啫，起步一啲都唔快嘅。咁啊，隔篱宝贝粉红色眼罩啦，开边就荣进密运，再开啲咧就系嗰只兄弟齐心。拼劲都唔走啦，所以啊，今日都捉住，好精彩啊！即系再喺外碟望空咗啦，千军万马咁啊，见到黄衫啊，拍翻住宝贝生蚝，拼劲啊缩翻落去，拍住万人迷，埋栏啊迎风快驱，天光明呢场啊缩住跑喎，尾二啊包尾无敌啊，咁啊前边啊放头，咁啊呢度放到出嚟啊，好彩有个好啲嘅档位啊，万宝区啊走出嚟，跟住咪跟住佢，咁啊开边睇下咩马上嚟啦。千军万马咁啊，嗰度顶咗拼劲出去，万人迷喺拼劲后边，慢慢要移出嚟啊！无敌中间嗰度上，睇下前面万宝区点先？呢度冇问题啊，一路都继续打紧噶。仲有成二百嘛呢度，咁啊睄到兄弟齐心啊，过佢唔到噶啦，嗰度一定系万人迷啊！睄到个兄弟齐心啊，受唔到就万人迷。